在学唐诗的时候，我们都说李杜李杜，那李白和杜甫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从作品来看，李白给我们的感觉一直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而杜甫呢，则更像一位忧国忧民的中年人，让我们一度认为杜甫比李白年纪大。其实啊，李白比杜甫要大整整11岁。他们第一次相遇在天宝四年，杜甫对李白充满了崇拜之情。我想，如果唐代有朋友圈，那么杜甫的动态一定是关于李白的。春天，杜甫想李白；冬天，杜甫想李白；送朋友，杜甫想李白；做梦时，杜甫还在想李白。杜甫一生啊，给李白写了15首诗，所有的主题都可以归纳成一句话：李白，我想你了。但李白写给杜甫的诗呢，只有3首，你知道是哪3首吗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